林克玩家落网了。不过呢，雷人的事情还在后面。这些玩家被抓住以后呢，毫无悔意，准确地说还非常的得意，让人难以容忍。按照常理，任何人没有充钱被抓以后都会心怀羞愧，可这些玩家不一样，居然主动找记者搭讪。去年啊，是去年圣诞节那天早上，是吧？我就下了元神玩了一下，然后就玩到现在了。没充钱就是没有充钱，一分钱都没有充，做日常啊，除大地啊等官方福利，就这样玩。提起林克，他不以为耻，还反以为荣，满口的歪理由。没有钱肯定要林克啊，存点原石也能抽抽卡。那你不会充钱吗？手充双倍。充钱是不可能充钱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充钱的，做 UP 主搞激励又不会做，就是靠做日常除大地才可以维持的，维持的了抽卡这样子。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，林克玩游戏原因很简单，就因为做日常和除大地做屯屯鼠，而他们只知道林克，丝毫不想充钱。被抓到后，他们的说法更是离奇。林克玩游戏的感觉比充钱玩游戏好多了，充钱玩游戏很无聊的，抽卡又经常歪，都没有林克好玩啊。林克玩家个个都是人才，说话又好听的那种，哎呦，超喜欢林克玩家的。